废话不多说，给大家上点山东特产日照绿茶，都是今年五月份现摘现炒的新茶。福建代表茶是福鼎白茶，浙江代表茶是西湖龙井，安徽代表茶是陆安瓜片，在俺们山东就认日照绿茶。没喝过俺们山东的日照绿茶，可别说俺们山东没好茶。上好的日照绿，有的一斤要价16万，但我们这个便宜啊，都是今年的新茶口粮茶。这干茶叶子卷曲，颜色墨绿，是标准的日照绿的特点。干茶闻上去就有浓郁的板栗香。我们的茶园呢，长在高山，临近大海，长出来的茶叶片厚，耐冲泡，香气高，一壶茶冲个4-5泡没有问题，喝在嘴里别整什么这香那香的，就一个字儿，鲜爽。哎，大夏天来上一杯，整个人啊都快起飞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俩的线下茶叶店今年就靠着日照绿撑着了。哎呀，咱们茶叶店属于是硬撑啊，哪有现在咱这样做买卖的。实不相瞒，线下店我快半年没去了。少说两句吧啊，这一袋半斤下单嘛，就靠大家线上捧场了啊。